下个星期你就不要来。所以我对病人会去，那大家没有这种逼迫力，那反过来，啊，我觉得也无需要这种逼迫力。其实就像我跟你讲的，你先有个想法，我想你会想出门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一定有你的动机嘛，你才会去嘛，否则你就在你干点事就好。那既然想去，可是我会告诉你，先说去的时候，我讲这样，你就设想你也没老板逼你嘛，也没逼你说你后天就给我交一个东西出来。那我觉得我会建议是说，先去，一定要出门。你不出门，永远看报纸看赔钱没意义。先去，但是去的时候不要逼着自己，今天非得要带什么东西，不用，你就去画，然后去跟人家聊天。那真的聊到不想聊，没话可聊，就坐在旁边看，拍照。然后我跟你讲，我没办法跟你讲说多久，可是有一天会有字。因为人家已经认识你，或者你也看多了，你也知道谁是 S 先生，哦，你也知道谁是你想要问的。我跟你讲，那时候 我不知道那感觉，就是那时候你再把那些东西拿回来再想去，会完全不一样。啊，你懂意思吗？可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这种至少没有时间压力这样，他会开始一些直接。但是第一个你要出门，哦，这最重要。那第二个去先不要给自己拿，可是慢慢想清楚你要什么东西，然后回来的话就习惯，琐碎没有关系，但先记下来，好，人名啊谁，你今天跟谁接触，不在写流水账，就是跟谁接触，他大概讲了什么，稍微记一下。那甚至于更容许的话，如果已经有一个固定记住，你说我很想写这些东西，那你借不借用录音或录影的方式，你懂意思吗？录音。两种，一种真的没用就杀掉了，电子东西太简单。那可是另外一个是你录音的话，因为人机有限，有一些会忘记，甚至要告诉你的一些数据，请过个你现在记得住，有人跟我讲很多数据啊，我现在记得住，可是到半年之后啊，想要录多少，一分地多少钱，忘记。所以如果容许的话，你这样，那我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有料的那个处理，就是你慢慢，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是空的啦。那没什么好讲，一直是空的。可是当你慢慢收、慢慢收、收到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会跟你讲，你会发现突然觉得你好多东西可以写，或者你好多东西想写啊。然后甚至你会发现，其实在场的他对他很急迫，需要媒体来报道。可是我讲句实在话，反正现在台湾，你现在去看，没有媒体过记者在。当那些人开始觉悟。不以黑马二为师，他就是发现你的珍贵，是不是？所以是，就是你当开很多记者会，弄很多什么想希望媒体来的时候都没有，然后明明前面是一个公民记者，或者是所谓的一个一般的民间记者，你也是会把该讲的话讲的，是不是？我意思说，其实有些东西他，我还是跟你讲说。一下子跟你教什么诀窍没有，可是就是那些基本的步骤你慢慢去做，然后你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有一天你会发现，哎，这个怎么都变了，然后你会很有自信。我觉得那个不关那个自信，不是说你是一个专业记者你知道自己。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哦，跑得比我还认真呢，这跑比我还认真的啊，他也没领薪水，可是他就是乐在其中，然后人家也跟他那种互动很好。对啊，就是很好的一个。你说陪伴者、记录者或等等等等都是。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是我当公益记者三年以来，那我发现，今天讲的这个，我非常认同，就是从我的专业，我靠老师的去记录。因为说实话，我在台大院三十年，然后我现在居然赫然发现我是耆老。当年台大院是在旧大楼搬家过来，我现在在帮我们主任。
别人家讲说要就录影啊，就没有别人媒体吗？啊，都没有别人媒体，你是独家的。别人拍照都找不到人啊，那就只有我一个啊。对啊，是啊，只有我一个啊。所以我发的都独家，因为没有人家录。独家当然是一个荣耀，可是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么说，媒体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他不是那种。你以为政治人物出现就会有媒体在？没有、啊，媒体也是会看，看那种所谓的事情大小。因为出了菜都没人理、啊。对，可是你懂意思？你怎么知道那一天那个政治人物刚好那天心血来潮，他们讲那个那么关键重要的？他是心血来潮。那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你说他重不重要？我只讲一件事情，被他录完之后他就来。懵倒了。你懂意思吗？如果他也没有，那政战改变他就可以修了。有录已经发现 OK 然后我意思他可以去修他讲的话，就是啊，我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啊什么啊，拆除一半然后大家双赢，可是当他讲过去被你完整的录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我还是讲说不见得说哦这个东西因为你录到郑文灿然后独家就变得很那个，可是我要反过来讲一件事是说很多东西你去就是你还没有出门之前你会觉得一大堆媒体在那边，我会挤进去，我也不能去，我去了拍有什么用？等到你去了那边才发现说，其实你可能是那边最重要，你可能在记录一个历史时刻，或者你在做一个，像我刚才讲的，我这样不骗你哦，我不会常我自己就是非工作的时候，我自己也拿着相机，我会常碰到那种团体，就是那孟老师也是啊，我有才跟着他们去跑那个找那个。那个卢竹区那个区长，我还拿相机，我连摄影机都还没拿。然后他还问我说：“你是什么？是媒体？”对吧？他觉得很怪。没有，我意思是说，有时候对于那些团体而言，一个媒体记者都不在的时候，就像我管，我要跟你讲，你那台摄影机，大家对大家就是一个火把，就是一个温暖的一个。所以我意思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就有机会的话，就是你时间够，然后也有那个想法。就算你没有进入到任何东西，其实你也在长自己的脚，他总比你窝在家里。对，有时候有自己也会老，像有时候自己这样跑也会老。可是到后面就想，好吧，就做去现场。可是人就这样，你没有到那个现那个地方，你永远不知道后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那纵使什么都没有，可是我觉得你去外面也是跟那些相处一个上一个下，也是很快乐的事。刺激啊！对，因为其实我就在那个万恶的科技业做了大概六七年嘛，就是觉得人生有一点空荡荡的，没有什么意义。我在万恶的科技业做，你听过那个共有那边的客人，那个谁来上课吗？上一次。站在不同的专业观点上面，他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报道？因为像平常就是会觉得，常常会看到 Facebook 上人家分享很多东西嘛，就觉得很愤慨，会觉得怎么不公又不义，可是就觉得哦对，然后呢？然后我并不能带给其他的朋友什么，我甚至连跟自己的家人，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这些相关的议题，所以我想从这边得到更多的刺激，那或许也可以增长自己的。沟通能力或什么的，因为其实我从小就不太会讲话，不只说上台讲话，然后其实跟人家聊天也不是这么的擅长，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讲师，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去跟当地的人做接触，然后做出自己的报道，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在每一个在地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到很想要学习的地方。那我给你一个更大的刺激。等一下，我要先问一件事啊。那个不是说不会讲嘛，就我应该补一句就是，讲话跟请听。对不起，我不是去讲，一直跟那三个啊那个部落的妈妈一直讲话给他们听的。我
我是要听他们讲话。你讲话，你讲话的目的只是让他们可以，不是你自己开始就会发表高论，哇，你是怎么样？然后讲半天，讲完以后，他们三个都没讲话。但是有时候我要修正的是这个，就是说我的讲话是一个沟通的方式，是打开那个话匣子。那重要是你后面要会听，好，自己要有时候话不要那么多。然后包括我们在刚刚我们在讲的录东西的时候，都要有习惯，就是静静的把一些东西录下来，而不是在录的时候，然后人家讲三句就哇，你就瞬间进去了。哦，这是一个，但是我补一下这个。然后我跟你讲一件事，什么叫刺激？其实我碰过太多，然后因为一些议题跑去，他刚开始只是为了那个议题跑去，不管是了解等等等等，结果他人生转换。东部太多这样的。当时可能是为了什么东西，然后美其名说要去写篇报道，去拍些照片，去看那个部落怎么过生活，然后去了之后，尤其到南岭，太多人都这样，都掉到陷阱里面就回不来。你知道意思吗？我去玩，我还看不到什么东西，玩一玩，带你去海边走一走，反正住个那边漂亮的民宿，然后反正就这样玩。那个东西好，可是花钱，下一次明年再来。可是当你假借着你自己骗自己说假借着一个采访名，我要去采访那件事情的时候，对，那就好像很多连续剧那种什么通天记起来，去那边要去采访什么，有些东西你不要问最好，你一旦问，你问到就扣住你心弦，你知道吗？就扣住你自己，你的心里，你才发现你根本这辈子就在找这样的东西，完你就完蛋了，然后人生就这样转弯，就再也没有回来。就那个报道永远没有写出来，可是就这样。对啊，所以我一直说，梅老师，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其实我想说两个啦，当然就是说写什么东西是一个。其实我跟你讲，我手上太多东西都没有写，我一直在拍，一直在照片，然后对你纵使这样看到我那个哦写了多文章，那个真的是我照片里面的。但是我平常想跟大家讲的，这里面有些东西我分享出去给大家，可是有八成的东西是我自己跟自己心里的在对话。我这么骗你，我每天在贴那些照片，我一次按照片就是100张、200张，然后我还贴4张，我还有196张。那190张我不是闭着眼睛拍，那个每一张你都是有想法才去拍，那190张我就把它丢掉了。那个东西我会去看，我会想当下那个感受，我去想，欸，我今天贴出的是商量吧，可是我没给你贴一个阿公给你看，可是我跟那个阿公也是有一段人生的互动，然后他也告诉我一些事情，那或许有一天他会出现在我的字里面，或许这一辈子他就是永远只在我脑海，那你懂意思吗？对，那这些人他至少在工作上他是一直在我写，我在写东西，可是他们也在刺激我，就像你刚才讲。他也在自救，也是一直让你在抉择，欸，要不要继续当记者，还是干脆逃到东部让你继续过生活？就是你懂意思吗？就是那种，今天那个不是说你只是来认识一些人，认识一些事，写一些文章，真的不是，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互动在那个地方。啊，我直接跟你讲说，当有那个互动产生的时候，你才可以写出动人的事情，否则你只是写假说什么，乙说什么，假去哪里说去。那个永远不会感动，就像你看报纸一样，你每天在看什么新闻？头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第二条，四天后你再去回想，记不起他那些事。可是有一些人奇怪，他写了一篇短，一篇文章，你怎么记了10年都还记得里面的句子、字句？哦，难道有些诗记到10年了，你还可以背起来？大概可以，今天大概就上这里，因为后面我觉得那个比较没关系，我想做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讲，然后下一次也是他们的，因为我这样没办法教。我跟你讲，摄影其实是很专业的东西啊。那我下一次我会把，我没办法教到大家剪接，但是我想每个人准备一两段你拍的影片，跟每个人准备4-5张照片，2段小影片好不好？
然后我想拿就拿上面放，然后放我就边看边聊，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直接，因为跟你讲影像的东西，影像中那种很实际的东西，然后跟你讲理论，我觉得听着大家也是在那边什么构图什么没意思，我们就实际拍，没事就随便拍。你已经有底子了，就用你的底子拍。那没有的，你随便拍没关系，我们再来看，来互动。然后我比如说这边跟左边移一点，教怎么对，我们现场来讲，好不好？要不要？他到时候扣照片，然后后天也蛮累的。要不要就先放在社团？社团就是宿舍，宿舍这边可以上网吗？这边可以上网。哦，你看怎么弄的多，你看怎么弄。到时候开社团。对。OK， 好。那解析度也可以讲。影片可以放吗？影片。OK 啊。好，那你看怎么弄？对。那大家直接放社团，他就一个人贴一个照片讯息，或是影片讯息。就互相看，然后我想说，边看边聊。大家也可以想一些问题，对，到时候，因为我们实际的去实习的这个现场是共聊三区的第一天，然后会做一些田间的巡礼，还有当地的社区祈祷或是工作者在解说。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假设自己已经在那里了，然后想要问什么，或是问到了到底怎么把它组织起来，觉得自己到时候可能哪些地方会卡住，可以先问一下，可以先想一下。那就先这样了。好，谢谢。